您的能量输出只有原先的30%，武器系统运作正常，但无法进行长久飞行。而高超本体正常运作，但通讯系统出现失误，所以无法利用既往路逃离现场。哦，那这样你就没办法毁灭世界了。可恶，那我只好毁灭你了。拿命来！